们来自台中的李欢哦，真的是连我们都在后面跳舞的呢。来，我们来请到我们的评审老师这边，然后看一下我们评审老师为您做的一个奖评，谢谢。对，那个太辛苦了，这一首没有那么简单，这个听起来有些拉丁 fusion， 不是真正的拉丁，稍微那个 fusion 一点的歌。可是我觉得那个很多人。那个今年很多人会用那个左脚那个 clave 这个东西，可是要做这个东西的话，我对我来说一定要学拉丁音乐是什么？对，因为听起来你大概有点 rock fusion， 对，那个没有那么多那个拉丁的感觉，对。如果所以我有点不太懂为什么你需要加那个左脚的 clave， 感觉不太需要。对，一开始那个音乐是三二送 club， 哒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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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嘎，可是你中间左脚打东西有点 two three， 对，就稍微对我来说是矛盾。那个对，就是要学这样的音乐不是很简单。对，如果要打这种音乐的话，先学习拉丁音乐是什么，什么国家的什么节奏，就是那个古巴的 mambo， 那个。刚刚是那个稍微 fusion， 所以有巴西的桑巴的感觉。可是哪个国家的哪一种节奏都要学习一下，不然听起来有点那个奇怪。对啊，可是你的技巧的部分就非常棒，对，那个可以继续学习。OK， 我们谢谢老师为我们做的一个讲评。来，所以说就是在选择音乐。然后再配上什么东西，其实下一次我们再稍微再注意一下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我们来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成绩：89.1、93.6、83、94。来，我们谢谢我们的一个评审老师，来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下台来，请小心阶梯，谢谢。